你早，今天4月23号，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啊！各位早安啊，我们读者们、朋友们啊、会员们，大家早安啊！今天4月20号，我们来录音城镇，录音城镇，台湾539啊，台湾539啊 ，A 组牌中了6次 ，A 组中了6次 ，B 组中了2次 ，B 组中2次，全车啊2只啊，全车是。我们现在分为 ABC 三组啊 ，A 组是全车 ，B 组是2星 ，C 组还是2、3、4星啊。我们2、3、4星啊，今天2、3、4星报的是6支牌。我们的会员只要签 A 组牌就好了，不要签 B 组牌跟 C 组牌。会员只要签全车，你有多余的钱，你可以参考一下 B 组牌啊，2星的比较常中，尾数碰尾数常中啊。来，第一个 A 组牌 ，A 组全车。2只07340734，全车 A1 全车啊，1只是07历史07，我们全车就是 A 组牌啊 ，B 组牌是2星啊，尾数碰尾数啊，各位啊，这是4尾碰气尾，我们今天会公开在网络上是4尾碰气尾 ，B1 2星是0734碰二尾，0734碰二尾 ，C 组牌是2、3、4星。啊，6支牌啊，听清楚了，0202 0707 0703 1 3 1 3 2 3 2 3 4 3 4 3 5 3 5，26支牌，再讲一遍，前面0207 3 1 3 2 3 4 3 5，这个是晚上我们在8点啊 YouTube 打开的语音城镇啊，